很多人做的鱼香肉丝不是肉丝发柴就是没有鱼香味儿。只要你们记住下面的几个步骤，你们也能做出比饭店的还要好吃。切肉丝你们一定要记住一个小技巧，一定要顺丝切，切好的肉丝加盐、料酒、鸡蛋清、生粉，这样酱出来肉丝吃起来才不会发柴。水烧开，倒入胡萝卜和杏鲍菇，焯烫一分钟，捞出来备用。锅中油烧热，下入肉丝，快速的将它划散，倒入葱姜蒜和豆瓣酱，煸炒出香味，然后倒入配菜，加生抽、陈醋、老抽调色，一小勺白糖翻炒均匀，加入水淀粉勾芡，撒上葱姜丝，快速的将它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。你学会了吗？